我的名字是叫郑静璇，学武术有20年，我们都是武术教练，都在中小学都有教课。我刚才所表演的是蔡李佛拳，里面包含的是有挂拳、盖拳、撞拳还有叉拳，为蔡李佛的武术特点。我的名字叫林冰豪，学武术学了13年。刚才我所打的拳套叫梅花拳，梅花拳的特点是以挂哨叉为主。是林来发，我学武术学了8年。刚才我所表演的是红胜左右棍，主要是以拦拿扎为主，有攻有防。我的名字是黄振生，我学武术有10年。我刚刚打的其中一套拳是流星拳，里面有撞有抄。有灌拳，有超拳，有撞拳，比较容易在实战里面用。我的名字是廖玄毅，我学了武术7年。我刚刚表演的是五虎拳，五虎拳是以虎爪、脚和防守为主，它主要是在适当的时候能做出防守和反击。我是王申松，创办那个学院有39年。现在一般上的除了在学校活动比较多，自己学院也有，目前那个学生有差不多有600位，教练现在有12位教练帮手在学校教课。在蔡李佛拳，我们在佛山有参加过佛山举办的全世界蔡李佛拳比赛。有几位学员参加过那个套路，得到那个冠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温瑞健，我在这青春乐体育会里面，7周年我是负责后台的走位，然后大概我们已经有筹备了大概半年。参与这次表演的表演者有总共有45个，其中20个是来自青铜人。我们青铜乐队员每2-3个月都会准备饭和水还有面包去给露宿者。